大家晚上好，欢迎收看三分天下事，我是 Andrew 安德鲁。今天晚上呢，我们很高兴再度的邀请到著名的时事评论员 Peter 以及中文先驱报的主编野涛来到我们这个节目，探讨一些话题。大家好，大家好。那么9月23号，也就是大选了、大家都知道，那么今年大选年呢，其实到现在为止呢，我们已经陆陆续续的看到了很多一些新闻，包括了大家都比较关注、比较喜欢关注的，就是所谓的民调。为什么呢？我总觉得民调呢，就是有一些数字出来，那么大家比较好容易去理解。至于哪一个政党出台了一些什么样的一些政策，什么谁记得那么多，对不对？你还记得吗？在上一届大选，我感觉上好像是工党出来了，哇，好多好多的政策。后来呢，也大没几个记得到，而且呢，大家都觉得说你这些很多的一些大堆的这些政策重点在哪里？那么现在我们看到呢，就是说每个政党也陆陆续续出来的一些政策，包括了就是工党出台的一些移民政策啊，我们也知道了。好了，我们今天晚上我们首先来谈谈这个民调。那么最近呢出来两份民调，一份呢是 Coma Brunton 的一个民调，另外一份是 News Hub 的民调。两份民调里面呢有一个共通点呢，就是王位制造者啊，或者是王位缔造者。那么媒体都是这么去渲染啊，那就是 Winston Peters 他所带领的纽西兰优先党。第一个问题啊，问问两位啊，这个真的认为纽西兰优先党将会再度的成为王位缔造者吗？为什么用再度呢？因为曾经他确实是啊当过王位缔造者，这一次会不会还是会最终还是坐在这个冷板凳上？怎么看，叶涛？当然我觉得这可能性还是挺大的、当然我们也不要忘记，在上次大选的时候曾经一度也是他把他作为王位缔造者这样一个称呼来塑造，可是最终他并没有做到，在上次大选的时候。但从我们最近得到一些民调的数据来看呢，可能性还是挺大的。刚才你讲到那份民调，最新的那份民调，优先党大概有9.4%。是啊，9.4%呢，这里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我们要考虑，就是像优先党这样的政党啊，它往往在选前的民调会比它大选最后的结果要低一些。这跟它政党的性质有一定的关系。那如果假设它到最后的民调再增长那个3-4个百分点的话，那它恐怕到时候的这个决定性就非常重要了。但我们说到这一点，还是要再看国家党的民调。以及他最后能够找到多少合作伙伴，那这一点呢，其实这一年也是发生了很多的变化。那最近的那一次，差不多好像也有48%，我印象中49%和47%，有47%还有49%分别。对，如果是这样的话呢，如果是48-49%的话，那可能性他单独执政，或者说带一两个小党执政的可能性就比较大。那如果是按照今年这个平均民调来看的话呢，他可能还真的是缺着关键的几。那叶涛，你刚才说呢，其实这个说到这个纽西兰优先党呢，他往往就是在选前民调的结果会比正式开票当天是来的低。对，反而我们看看国家党。国家党呢刚好我感觉上是有点相反，是选前的民调高，出来的开票呢总是比这个选前的一个民调除了上次低了一点点，除了上次他最后开票的结果是挺出人意料，挺出人意料的，出人意料高的，非常高兴 John Key 非常非常高兴。好了，现在是 Bill English， 会不会再度的就是重返这个 John Key 当年的这个光辉呢？不得而知，这是一个很大的问号。好，我们现在知道的这个纽西兰优先党差不多9%啊，如果真的是在大选开票有9%或以上，我们打个比方，来个保守估计10%吧。这边有些数据我可以给大家说一下啊。上次大选Winston Peters 在选这个时候，他差不多就是选前100天的时候，优先党只有3.6%的支持率。这个很当时还以为他过不了、对。然后选举前最后一次民调是5.1%。实际上选出来他是8.7%。对，非常高。他最后拿了11个席次。那有人就做了个算术啊，把这个比例怎么一算。对。那如果按照这样，如果这样的同样的形式发生的话，他最后选举的民调，选举的支持率可能会达到13.9%，就是16席。而且不要忘记，上一次 Winston Peters 他并没有选区，他自己并没有在选区赢的，他这次有 Northland。对，所以他几乎上是没有什么问题。他在 Northland 能够连任，我想问题是不太大的啊。因为温森彼得我们要这样看他，就是说他这个人从政一路走来，
啊，七十多岁了，一路走来，实际上他自己也在调整自己，也在变化。我从刚刚知道这个新西兰优先党出来的时候，我对这个新西兰优先党是非常非常反感的，非常反感的。但是走到今天，你发现他实际上是相对来说是越走越稳。等一下要插一句，你为什么对他反感呢？这个是这个问题要问的。我在刚移民新西兰的时候，我隔壁有个邻居，他的儿子出了一本书，写的是温斯皮特斯，他跟温斯做过事。那么这个书是对他全面否认的。那么这个隔壁的邻居跟我讲，温斯皮特斯在政治上是非常恶劣的，所以我就基本上有这么一个印象。后来看他参与选举操纵的议题，大部分是关于移民问题。那么我们都是移民过来的，所以本能上是不太接受的啊。而且他当时操纵的说法是非常恶劣的。他比如集中几个地方，你看亚洲移民多了，犯罪率提高了。亚洲移民多了，带来很多恶劣的行为和习惯。亚洲移民多了，就是来炒房子，就来抢地、抢房子、他其实抢资源、抢工作。所以他是明明白白讲的。我记得我有一次在 City。开车的时候看到一个大的广告牌，是他们党做的，哪一次大选我忘了。他就想移民多了带来很多恶劣的行为形式，就这么公开说。那实际上他是争取什么东西？他就争取他那10%的基础，因为他知道他只要操作好的话，他在新西兰选民中都大可以占10%的选票左右。他固定他这个盘非常非常重要啊，所以他走。但是我发现呢，从前两届开始选举的时候，他相对来说他用恶劣的形式攻击移民的情况少了，但是移民给这个社会带来的变化和不平衡的因素他提得更具体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新西兰本地的人包括移民来早的人也开始感到过多的移民对生活来新西兰生活的影响。你比如说二十几年的移民跟来了这里4-5年的移民，对移民对新西兰产生的负面影响感觉是完全不同的。新移民感觉不到，老的移民越感觉越强烈。所以他在讲这些话呢，适应了很多老的移民的一些感觉。而且他呢也不是攻击性，他也知道把移民要做区分。你比如他讲移民的时候，他从来讲我欢迎移民啊，对，他说几十年前的上两代来的移民我都是很喜欢，他们非常好。所以他也会区分，这是第一个，就是他本身在调整自己。第二个发现，就整个全球反全球化的过程当中，人们越来越搞感觉到，就是说这么多年前的全球化带来的一些问题，人们都在反省的时候，这个时候他出来讲话，人们心里是接受的，就是有共鸣感，有呼应感，这个时候对他讲出来的问题就不感到刺耳，不感到难听。那其实 Peter 你这么一说到这里呢，让我联想起，就是说尤其是过去这几年了，我们知道这全球化呢，就是因为随着这些地区性的这种紧张啊，制造了大批大批的难民，那么也导致呢，尤其是欧洲很多的国家面对这个移民大量涌入的这个或者难民大量涌入的这些压力，人呢是从一个地方搬迁到另外一个地方，而且带来产生了很多一些问题啊，这个问题当然是每个国家可能原因都不一样。所以说现在呢看到呢就好像回返你刚才你所说的 Winston Peters 在对这个移民的观点，虽然是照样是持着一个比较负面的一个态度去对待，可是呢跟他至少在我看回纽山优先党在过往的一些事迹呢，跟2002年的时候比较起来，现在呢Winston Peters 是更具有这个具体化，而且他确实有市场。对，接着下来一个问题，叶涛，你认为 Winston Peters 是反移民吗？这个问题应该说他还是反移民的。虽然刚才 Peter 讲，那从十几年前到现在吧，他的政策会有他给人的观感会有一些变化。在2002年的时候，我记得那个时候大家的感觉 Winston Peters 就是一种非常彻底的反移民，打这个移民牌，打移民牌，而且为他的这个选票，对，而且他并没有什么具体的说法和措施，反正我就是反移民，他就是利用新西兰国内那些反移民的情绪去争取这5%的选票。但是现在他还是在反移民，可是他提出了一些他的看法，而且这些看法呢被一些人所接受。或者我是应该这么去问这个问题，更加深入一点的 Winston Peters 是反亚裔移民吗？他把很多问题都集中在亚裔移民身上，他认为这个国家发生了一些随着移民的涌入之后发生了一些变化，而这些问题呢主要是在亚裔移民身上带来的。
而这些观点不仅在主流社会有市场，我可以说其实在就像刚才老皮讲的，在很多亚裔移民中也有一定的市场。我记得不久前有一个算是一个华社的小民调吧，它差不多在新西兰的华社有4%到5%的支持率。啊，这个其实挺让人吃惊的，挺让人吃惊的，因为你本来就是反华社反移民的，可是居然还有那么多的华人去支持他。而且我感觉是，如果是做一个真实的调查，或者是更加全面的调查，我甚至觉得这个比例可能会更高。那我这就想问一下 Peter 了，这4%到5%，我们打个比方说啊，这个当然是一份民调啊，不能够说代表所有的这个华人的这个心态。如果真的是有那么一个4%-5%的那么一个支持 Winston Peters 来自于我们华社的话，你认为他背后的原因是什么？他们支持 Winston Peters 什么？我是认为哈，我是认为，因为我接触过一些选民，就是思想转变的选民，就比如说，他刚刚移民的时候，他很反对 Winston Peters， 但最近这一年，他说 Winston Peters 讲的对啊，实际上。其实他提出的有一些问题呢。你想他以前曾经，我记得他曾经提出过一个说法，就是他要限制移民了，尤其要限制父母团聚类的移民，然后还要限制对他们要强制要他们去买一些医疗保险这样的政策。当时因为这种说法是非常政治不正确的，在国会两党被大家都在批判他，然后全社会都在批判他。可是你现在你反过头来去想，其实他很多当时他提出的一些政策，他现在正在实施啊。对。包括团聚移民的政策，国民党已经把它给暂停了啊。我们可以预见的未来可能不会再重新开启。那像那个年老移民强迫他们去买一些医疗保险的行为，在澳洲就已经实行了。对，所以说可能大家会想，时间比较长的移民可能会想，也许我们可以冷静一点啊，这也是我的想法哈、啊。也许可以，大家可以冷静下来去看一下他的移民政策，或者他整个政策到底是怎么样的，而不要简单的好像标签化一样，就好像觉得这个人就是反移民的，我们就什么都不要看，什么都不要理。但是我想，在一个成熟的社会里，他各个政治光谱，他一定是都有这样的人存在。对，你无论你反不反对，他都会存在。叶涛，你刚才说的一句话呢，我觉得是挺有趣的，我们不妨来回顾一下，就是说这个政治正确性啊、哦。这个还记得在去年美国总统大选的时候，特朗普啊，一直是被标签着，就是他说的话啊，他的思想，他的一些政策都是一些政治不正确。对。而刚刚好呢，纽西兰的媒体又将这个 Winston Peters 啊，把他标炳成啊纽西兰的特朗普。对。啊，那么。可是现在看起来呢，这些政治不正确性呢，其实它是背后有一定的道理，有一定的支持。好，接着下来很快的，我们来问一个问题：你认为 Winston Peters， 就你们自己本身的观察，大选结果开票之后，甭管它是12%或13%，靠左还是靠右，你们怎么看？还是他选择？他都可以，我两边都不靠。也有这个可能。当然，从大选的开票结果来讲，因为国家党的领先的优势还是比较明显。虽然工党和绿党可以组成联盟，但是国家党一定是有优先阻隔权。那在这种情况下，他一定是跟 Winston Peters 先谈，那他当然是占据了一定的优势。同时，我觉得由于绿党的存在呢，他靠右的可能性还是大一些。靠右的可能性大一些，你同意吗，Peter？我基本上也是这个看法，跟叶涛差不多，但是随时可以调整啊，看时间。我感到温森皮特斯呢，他所谓 king maker 在于看国家党能不能单独执政啊，如果不能单独执政的话，那明显的温森皮特斯就是 king maker。好，那咱们先休息一下，回来之后呢，我们再深入的探讨一下，到底温森皮特斯在这一次的大选之后，会不会真的是成为 Kingmaker？ 欢迎再度回来，三分天下事。那么刚才呢，我们谈到了这个 Winston Peters， 我们也谈到了有关他这个在这最近这几份民调啊的一些支持率，看起来呢声势不错，而且呢有望在大选开票的时候呢，有望呢再进一步的提高，我们都不知道，现在都不知道啊。那么当然，从现在一直到大选，中间可以出现很多的一些变化，我们谁知道呢？毕竟 Winston Peters 呢，他已经是古莱西了嘛啊。那么好，刚才我们说到的就是有关 Winston Peters 到底是选择中间靠左、中间靠右，还是呢两边都不靠拢？
我突然之间想到了，是不是在一般来说我们在选大选开票之后，如果刚才就根据叶涛你所说的估计呢，比较大的可能性就是国家党有这个优先的这个筹组，而且毕竟好谈，你只争一个党。哎哎，那么一说到这个国家党，马上我脑海里面就想到，哎，现在是 Bill English， 现在不是 John Key。你们自用你们自己本身的这个观察，你们认为呢是 John Key 跟这个 Winston Peters 比较能够坐下来喝杯茶吃个包呢，还是 Bill English 能够跟 Winston Peters 更能够呢有这个合作的空间？你怎么看啊，Peter？我说两者都有可能。嗯，就 John Key 在 John Key 也必须这么做，因为这里前就第四届执政。对，那执政比什么都大。对，啊，只要能执政。坐下来谈，至于谈不谈得了再说，但一定会先谈。是，那我觉得从性格上来讲 ，John Key 可能和 Winston Peters 之间的冲突会更多一些。哦，是吗？因为 John Key 其实他已经多次流露出他不喜欢这个人的这种态度，在很多次访问记者访问中，他都流露出这种态度。但是 John Key 是一个很聪明的政客，他知道在关键的时候他应该做出什么样的姿态，妥协，他很会妥协，他一定能够做到。Bill English 呢？他昨天能够不喜欢，今天就可以跟你谈。但 Bill English 呢，可能他的个性内敛一些，但是我反而觉得他会容易一些，因为他是个典型的官僚，他就是政治官僚中的一环。对于他来讲，我觉得无所谓。只要国家党能够继续执政，那你认为好了？我们就是刚才我们说到这个国家党，是不是？我们来看看这个工党 Andrew Little，Andrew Little 呢？我们知道最近呢，就是比较颇具争议性的。可是呢，他的这个移民政策出炉之后啊，可是至少我们在这几份民调里面看不到这个工党呢，因为这个移民政策的出炉而我为他提加多少分？对，可能还太早。在我们刚才说到 Winston Peters。的比较倾向于，我们不是对他有任何的指责啊，比较倾向于反对移民大量涌入他，我或者是可能更贴切的说 Winston Peters 他是非常希望对纽西兰更有用的移民能够进入纽西兰，而不是把这个移民政策移民大门一开放什么人都能够进来。在这种情况之下，你认为工党最近所公布的这一份移民政策对 Winston Peters 来说是一份吸引力吗？我觉得不是。我觉得近期吧，那个 Winston Peters 刚刚发表了一些演讲，把他的那些那个政策再重新重述了一遍。在这个演讲中，他是左骂工党，右骂国家党，反正都不满意。他认为这个工党的这份移民政策也是在敷衍，达不到他所说那个效果。所以呢，我不认为这个东西对他有什么吸引力，也不认为在这个政治谈判中，他因为政治的倾向会选择哪个党。你明白我意思吗？他不会，因为他好像我更加倾向于左翼，我政治倾向更倾向于左翼，就选择左边或者选择右边。更多的是因为他想为他的党在下一届大选、下一届政府中能够争取到什么。我觉得这一点对他来讲会更重要一些。你同意他叶涛的说法吗？我太同意了。我就想这么说。本身 Winston Peters 是一个老政客、老狐狸，所有新西兰政坛人都认为他是最老的狐狸。他核心问题就是说，我要争取我10%的选民，是，这是最核心的。我只要争取了10%的选民，很可能任何党都要找我来谈判。我只要争取，能争取的话，我就左右都不同意你们，我就坚持我的。所以说，也有一个可能性，就是说到头来他两边都不靠拢。不是给他造王者的机会，他一定会做。对，因为他我看他坚持这么长时间还留在国会，他是要成为政府的一个首脑。他要成为一个政府的一个最主要的官员，这是他最后要做到。对，所以这次他会选择跟哪个党合作。好，在我们在说到这个纽西兰优先党的时候呢，我们同时呢也看看在纽西兰这个政坛上有几个我把这个纽西兰优先党也算是一个小党吧啊，就他们就是有一个共同的一个特点，就是一人党。对不对？你看呢这个行动党现在 David Smo 啊 Peter Dunn 联合未来党。对，这个纽西兰优先党当然是 Winston Peters。但是我不太同意纽西兰 First 是一人党，这一人领先党，一人领先党就基本上，我理解他的意思呢，就是这个党如果没有温森皮特不行了，不是说他现在能够带几个国会议员进国会。我们说我们就当我们说到这一点，我们就看到就是说温森皮特70来岁了，他还能够在这个国会里面撑多久？他就算这一次真的是能够不管是中间靠左或者靠右啊，筹组一个联合政府，他其实他一旦退了下来，
柳山优先党还有戏吗？现在有谁呢？你们知道有谁吗？有些人说是谁，我在想啊，他这一次如果能够成为 Kingmaker， 能够进入政府组阁，这样的话他就把他的党员会带进去，带到政府里头去。如果他这一次不成的话，他就是真的是一人党，他下来都行动党就没什么人啊，优先党就没什么人，所以他这次一定要想办法跟一个党去结合在一起。我想他会做 Kingmaker。如果除非他做不到，按照现在的这个前两次的这个民意调查，他想当 Kingmaker 都当不到。嗯，如果国家党能够稳定到49%的民意调查率，得票率也是49%的话，他想当 Kingmaker 都当不了。对，他要当 Kingmaker 必须取 Kingmaker， 必须这个国王制造者，他必须取决于国家党的选票，最后得到选票要低于46-47以下。嗯，那就越来越有意思了。所以说你看，所以说我们看到的就是说，并不是说你得到13%你就一定成为一个 Kingmaker 的，不一定的。那要似乎呢，如果他的13%，其中一部分的票源可能是来自于，比方讲说，我打个比方啊，就是工党的一个部分的一个支持者，因为曾经柳山优先党也获得不少左翼的支持啊。那么如果工党是往下跌，那么只不过是仅仅是柳山优先党。那就没用了，对不对？就是国家党，它照样是47%的话，那就一切都取决于国家党能够越来越微妙了。这48%就保险了，对，47%有点危险，48%就保险，48-49%肯定是国家党。但是这次今年大选有一些可能跟上次大选不太一样的因素，就在于这个那两个小党是不是还是能够像上届大选那样撑得住？嗯，对。对，你像皮特邓在他的选区其实现在受到了相当大的挑战，是是很难讲啊。还有毛利党和我们都知道毛利党和那个玛纳党，对不对？他这次在选举中是有一个攻守同盟的这么一个约定，嗯，那其实就是不要互相打了，对啊，你在那儿选，我就全力支持你，反过来也是一样。但是到目前为止，我似乎不记得他们有这么一个同盟，就是说如果在选后，你毛利党拿了一席，我玛纳党拿了一席，我们这两席要共同进退，嗯，这个不一定，没有啊，或者说没有，你包括工党跟绿党也没定，啊，工党绿党他们只不过是有一个叫做一个选前的战略协议啊，一个选前，可能到大选那一天就截止了。但是工党绿党基本上他一定会一起出击啦，这个事情应该是跑不了的哈。那但是玛纳党就很不一定。我想象不到玛纳党有可能。可是当你叶涛，你这样，那你这么说的。说的时候呢，我们就突然之间，我又想到另外一个问题，那是什么呢？就是工党，不是工党，这个绿党能够跟柳山优先党合作吗？表态了，行吗？他联合党会表态了，他说了，如果我一定要的话，我可以做到。谁说的？就是那个男的联合党魁，那个 James Shaw。哎，对 James Shaw。对，可是他说了，这是没说啊。啊，这不是当然，任性不说了，所以他现在分量最重了，他不会说，他不会说，他留到以后说啊，所有人都不会说。现在出现一个挺奇怪的一个局面啊，刚才我们看就是看这一份民调，这份民调呢，现在来自于这个 Coma Brandon 的民调，工党、绿党，还有这一个柳山优先党，还是没有办法筹组联合政府，没有啊，只有最多顶多是59席，国家党自己本身。没有，其实你这个问题，跟刚才那个问题是连起来的。如果国家能够达到47-48%，那工党和绿党加那个优先党就肯定不够，对不对？如果国家党达不到46%，因为其实没有其他政党了啦，你再算一算新西兰政坛。是啊，在今年大选还有什么其他政党？奇怪了，超过一半的议席是61个，对，国家党只要拿到61个。对，就可以。那他自己如果拿到59席，他就需要两个小党。这两个来自呢？那一个是 David Simon。David Simon。对。另外一个，如果毛利政党没戏呢，联合国党也没戏呢，那怎么办？毛利政党应该是有一个席嘛，至少有一个席，认为至少有一个席。对，而且因为新西兰因为 MMP 制度，所以说你可能很多党的党票是浪费的。嗯。啊，所以说你可能达不到50%或者达不到，但是功率两党还是可以和那个优先党一起组阁，存在这种可能性。即便他没有达到所谓的50%，这个三个党加起来，所有的东西最后都是一个政治谈判的结果。嗯，那么我们再回来刚才呢，就是说叶涛你也说到了有关华社华人的这个投票的一个倾向，支持柳山优先党的还是有啊，不甭管他支持的这个背后的理由是什么，增加的还是在增加的啊，或者是有些人呢至少不反对，可能也不反对，也不一定讨厌，或者说没有说因为温斯特彼得斯头上的标签就
就自然反对，对，才不会这么做。对，那么不过呢，看到那一份民调呢，还是有差不多70%多吧，应该还是把这个票投给这个国家党的。这个华社里面呢，支持这个国家党的似乎呢，就好像还是占这个大比例。对，非常简单，时间上的关系，我们就说一个原因。Peter， 你认为为什么？为什么华人会支持国家党？对。因为大部分是从商吗？就这么简单吗？没有，我不是这么认为。我认为呢，就是说华人来到这里哈，毕竟从一个大的国度过来，所以看问题呢不是那么 local，看问题会比较的中国啊这里啊，或者中国在国际上的这个各方面的发展啊，或者这个，所以倾向于呢，就是说呢，我当届的新西兰政府如果跟中国关系好，跟亚洲关系好，那么这个政府就是好政府。那么现在呢，很 lucky 就是国家党执政。你换句话说，如果现在是工党在执政，他也会同样采取跟中国友好的态度。是你那时候华人，你去看了，华人支持工党多，做华人可能支持工党就多。对，你也认同。我觉得这不是绝对的理念，我觉得稍微有一些区别。我觉得，但是我觉得更重要的还是华人对经济发展的期待。华人呢，对于这个国家的是否能够延续目前的好势头，非常的重要。他认为这个问题非常重要。他不，这个不仅是意识形态的问题，也是切身利益的问题。那我想，大家也不能够否认，华人在过去几年，在整个新西兰社会中都是属于经济地位相当可以的这么一个阶层。然后呢，现在工党和绿党他们所要求的一些变革，包括移民也好，包括房屋政策，任何政策也好，都可能潜在造成短时间内对这个社会经济上的一些冲击，这是华人所不想看到的。好，那么咱们再休息一下，回来之后呢，我们继续呢今天晚上另外一个话题。欢迎再度回来，三分天下事。接着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在国际方面，并不是什么大事啊。对咱们居住在纽西兰的一些朋友们呢，我估计呢也当作是一个可能是一个茶余饭后的一个话题吧。不过，要说的是新加坡。新加坡这个国家虽小，可是呢，我在过往呢也时不时的听到呢。就算是纽西兰主流社会，在谈到纽西兰的一些问题的时候，往往呢，有些朋友可能去过新加坡，往往喜欢引用新加坡来作为一个例子啊，为什么咱们纽西兰不能够学一学新加坡啊？你看他们的治安多好啊，他们经济发展的到一个什么样一个地步啊？啊，一个完全是没有天然资源的，只有人力资源的那么一个小国家啊，就几百万人口。不过最近的新加坡确实是出了一件事情啊！我在新加坡求学，你算新加坡人？我不是新加坡人，我在香港出生嘛，啊，我在新加坡13年，在新加坡上学。那我们都认为你学不到什么东西啊，我学不到什么东西，不过上学而已。对新加坡自然而然是有一份感情。最近呢，就是在新加坡的这个。前新加坡的资政李光耀去世之后啊，那么现在我们看到了新加坡李光耀的三名子女产生了一个相当大的矛盾。现任的新加坡的总理李显龙啊，然后李显龙的妹妹李伟玲，还有他的弟弟李显阳。那么现在看起来呢，李伟玲跟李显阳呢联手呢对外表态，而且是非常公开的，已经对这个做大哥的不满，也就是新加坡的这个总理李显龙不满，甚至呢是在这个，我不知道为什么现在这个政治人物那么喜欢上这个 Twitter 啊，包括了这个特朗普大选的时候，哇，频频上 Twitter， 又好、啊、又有的没的都上 Twitter。 那么现在呢，看到新加坡呢这个李伟玲啊跟李显阳啊也是频频的上 Twitter， 因为微媒体太好用了，他的道德性太强了、很容易一下子就扩散开了，然后就对李显龙呢感到不满，而且呢甚至是李伟玲呢他是新加坡国立大学精神科院的院长啊，很有料的啊。那么李显阳也是一个非常成功的一个商人，在新加坡金融搞金融的，还有律师，对对对对。然后当然李光耀他自己本身律师，李光耀的太太也是律师啊，他们是律师世家啊。那么现在李伟玲呢，甚至是在较早之前公开的表态，李显龙不适合领导新加坡，李显龙的太太也就是他的大嫂啊，
更加不适合担任总理夫人。哇，这些话说得很重很重了。在看到新加坡的这些啊，这个李氏家族啊的这个争论，那么他们争论点是什么呢？我们现在表面上看到呢，就是关于李光耀在生前所立下的遗嘱，就是他的故居啊，欧斯里路38号的一栋大房子啊，而且这个房子呢挺有这个历史的背景的，就是到底应该拆迁还是不应该拆迁，现在起了一个争议了。你根据过往所看到的一个遗嘱呢，李光耀是要把它拆迁的，拆迁的理由很简单，他是不愿意呢这个故居呢成为未来一些人啊对这个李光耀的一种膜拜啊，他认为人死了就人死了啊，别搞那么多东西，就把它给拆了吧啊。那么李伟林跟李显阳呢，他们就认为呢应该要执行父亲生前的这一个意愿啊，要把这个房子给拆了。李显龙呢，也就是现在新加坡的这个总理李显龙呢，他反而是反对。那么反对理由为什么呢？其实并没有很公开，不过根据李伟林的指控呢，就是说李显龙呢想借父亲的这个故居来当作为巩固他自己政治生涯的一个筹码啊，所以说现在出现那么一个兄妹啊之间呢发生了一个很大的一个激烈的一个辩论。那么而且根据媒体的报道，他们之前呢也有一些讨论啊，好像也谈成了，后来又反悔了等这个那个。那么今天晚上呢，我们不是是去详细的去谈，而是我就想到了一个问题，就是说大家对李光耀都不陌生了啊，他将新加坡这50多年立国以来50多年把它发展成今时今日这般地位，这非常的不容易。那么当然后期呢，他是基本上啊，在吴周栋的时代，他就是当了这个资政，然后在背后啊给意见。我们说给意见，很多人都说新加坡呢，其实李光耀呢是挺霸道的啊，并不是十分的民主。我记得在我上学的期间呢，曾经我也认为呢，这新加坡并不是十分的民主，甚至是你明我主的啊那种感觉。可是现在也不知道是不是人长大了，就是越来越感觉到啊，一个国家呢领导人是非常不容易的啊，要有很多的这个前瞻性。问题是在你们眼中看来，新加坡的未来还有戏吗？我们还能够看到类似李光耀的时代的那一种辉煌的这一种成就吗？是不是一去不返了？我在今天下午的时候呢，我就想到了那么一个问题。我们都知道爬山很困难，可是有更多的登山者呢是在下山的时候死了，或者发生了一些意外。新加坡如果从现在开始，从这一次的这个李光耀的子女之间所产生的一些争执，包括了外界呢也有说到了，其实他们真正争夺的并不是这个故居是不是应该保留的问题，而是第三代领导人到底谁来接，到底是应该是谁，是李显龙的儿子李鸿毅呢，还是这个李显阳的儿子啊，他叫什么名字忘记了， 是一个牛津哪里的高材生，高材生啊，高材生，辩论高材生啊。所以说他们现在呢，甚至外界是这么去揣测，说到这个李显龙呢有意呢要延续这个啊李氏王朝统治新加坡的那一个说法。你们怎么看这个现象？我觉得是有可能吗？你首先小看了我们对这个新加坡这个问题的反应。我觉得你刚才说是一件小事，其实我觉得这不是件小事，我不知道 Peter 怎么看。我觉得这是很大的一件事情啊，也是全球都在，也是华人社会非常关心的一件事情。为什么？因为其实就像你刚才所讲，新加坡对于华人社会它是有一定的像一种一个模板一样，但大家会觉得啊，因为首先它是一个中华文化有相当重要影响力的一个这么一个国家啊，然后呢它有一个很成功的模式啊，大家都在谈到新加坡的时候都非常羡慕新加坡的这种模式啊，然后它有一个很强有力的领导人，从李光耀开始啊，有强有力的领导，所有的这些都是被很多华人认为，哎，我们是不是可以学他，来学他。那包括你刚才讲西方社会也是这样，所以大家都非常关心新加坡现在发生的问题到底是怎么样了。那从我的角度来讲啊，新加坡
你刚才讲它是个民主国家，不管它拟名也主，它还是毕竟还算是民主国家。但是民主国家，我其实是可以接受像李显龙这样的第二代接班了，我可以接受啊，因为在某些具体，它还是民选的啊，它是民选，对啊，是民选，但是民选只是个形式。但我来讲，我觉得哈，我有点不能够接受世袭罔替的这种感觉。你不知道你是不是明白我的意思啊？如果说这个东西传到第三代还是李家的话，那就是完全世袭了。我觉得我就要引起质疑了，我就会去质疑。为什么第二代就可以，第三代就不行呢？当然你是可以，从历史规律来讲，你是可以这样做下去。但是我认为这里面一定有问题。一定有问题，这个不可能说新加坡所有的人才都被李家一个人占据了。我觉得这是不可能的，你从人类学或者从这各种社会学的角度来分析都是不太可能的。那你当然你第二代因为他所具有的一些历史的因素和他本人的一些特质，他确实就是强，这我们可以接受。那如果是第三代的话，我觉得就有问题。那事实上现在我们看到新加坡所发生的事情证实了这一点，他确实是存在问题了。你不管是他们是为了他遗愿也好，或者是真正为了争权夺利也好，这个模式出现问题了。我是这样认为的。然后我们大家都在观察这个。当然是当我们在说这个模式出现问题的时候呢，当然我们现在到现在为止呢，只不过是一个揣测。对。对不对？因为李显龙没有公开的表示说啊，我要扶植啊我自己的儿子，至少在他的这个从政的过去这几年的生涯里面，没有当初像他父亲李光耀那么的扶持他。是，但是无论如何从外界的观感来看，有这个可能性，都是我觉得是有点苟且的感觉了，就是你们一家人就在那里啊，因为第三代或者怎么样都好来去吵这个事情，我觉得是跟我印象中新加坡的价值观是有一些距离的。那我不知道他最后到底是一定要推出个第三代接班人也好或者怎样，但是他一定要把这个问题解决得了，否则的话我觉得全世界都会在质疑。所以我觉得呢，以前有一种说法叫富不过三代，是不是？那我想李光耀是一个非常伟大的人物，那我想李显龙担任总理可能他也是很称职的，但是现在第三代出现，或者说第二代过渡到第三代的时候出现这个问题呢，就不免让大家对于这个模式产生了一些怀疑。而且我还有一种想法啊，就是我们都知道新加坡当年之所以能够那么腾飞的这么快，发展那么好，主要是因为李光耀的原因，他的影响力，他的控制力，他的很多人格魅力。但是尽管如此，在他逝去之后，这个国家的模式还是会出现一些问题。这里面当然有国际经济政治形势的一些变化所致，但是不是也，我在想啊，可能待会儿 Peter 可能会不同意，像这种依靠个人的这种所谓个人英雄主义的模式其实是行不通的。你必须还是有一套成熟的东西让这个体系发挥作用。你永远无法期待一个国家的领导人可以永久长寿下去，或者他的第二代可以完美接班，第三代可以把他完美过渡到一个很好的体系里面去，他一定会有这样的问题。我觉得甚至觉得这是必然的。就是说叶涛讲的就是说靠一个人做到这么极致把国家拉扯到这个地步哈，换第二个人要做到的话，到这个高峰在新加坡其实对李显龙不是很公平，对某种角度来不可能。但是有一点哈，我可能不太同意叶涛就过度的分析，就是说、第三代的原因。我感到他们两个，就是说这个李显龙跟他弟妹之间的这些争论哈，不是太原因是由于为了第三代。虽然李伟林跟李显阳在那篇长篇的声明当中一开头讲了几句话讲这个意思，但是我自己看了很多关于新加坡的一些情况之后，我发现这是不太可能，这种指控是不太可能的。因为什么？新加坡这个国家成为国家领导人哈，总理他是真正的国家领导人，大概要50岁60岁之后才会，他们两个还都30岁。有年龄法律上的限制？不是，他不是年龄法律限制，他实际上在选举的过程中，在党接受这个领导人的过程当中，像新加坡这一个比较成熟的社会是没有办法做到像很多国家出了大问题了最后没有办法，哪怕年轻人我也要你了，这种越稳定的国家领导人的出现岁数都是偏大一点。所以这李氏家族这种吵，我估计背后还有更多的一些原因，包括李显龙 李伟林个人的状态。你们知道我明白他讲的状态吗？你是指精神状态？我认为是。
任宁在新加坡的政治生活当中是一个非常奇怪的一个人，他会经常会写一些文章投到报社当中。他长期非常极端，他长期是一个专栏作家，他非常极端，非常偏执，所以在新加坡的政治生态当中，他会讲话会带来一些议论，但是大部分熟悉政治操作人都说当他没讲。所以他个性非常，你看他跟 李光耀之间母女两个之间的分歧多大，完全就不来往，直到李光耀到后期还要李光耀自己要降低身份，李伟玲才愿意回家。所以这个家庭实际上在他们的人格发展当中哈，我看那篇文章下来，我哇，在我的标准来说，我认为李四这三个兄弟姐妹之间人格发展正常的，在我看来就是李显龙，算是人格发展比较正常。其实呢，我不知道我们这个节目是不是放出去，实际上是对人家一个诋毁啊。但是我个人看，我认为这种操作非常奇怪，而且完全是个人意识用事。也就是说，你觉得他的两个弟弟和妹妹的做法是不理性的？非常不理性，我认为非常不。我认为新加坡大部分政坛上，包括大部分的新加坡的国民在看待这个问题上，可能认为这个弟弟妹妹做得过火了。那这个东西可能要，当然是要安，当然是李光耀是有遗嘱说把这个房子拆了平分掉，平分掉。那李显龙，我也认为他们某种指控是对的，李显龙呢把这个房子留下来，毕竟李光耀是国父。那你觉得他的这个留下来这个举动的背后的含义是什么呢？背后含义，他仅仅是为了怀念父亲还是怎么样？不是，背后含义呢，我相信有指的就是说留这个父亲能加强他个人的影响力和领导力。对，是。第二个，我估计在整个内阁成员当中，政府的官员当中，也倾向于把他留下来，作为他不能考虑是李光耀自己的财产，他应该考虑是新加坡整个国民发展过程当中的一个重要的遗产。对，其实呢，就是刚才就你说的这两点呢，就刚刚好呢，就是我本身觉得就是说，如果他李显龙真如 Peter 你所说的，就是说把父亲的这个故居啊，就是说留下来，对他自己的政治的这个稳定度是有帮助的话呢，那么李伟林在较早之前的指控其实就谋合了。对，那他就没有这个所谓的就是说特别的这个要对做大哥的有一些不属实的，那就是李伟林其中指控他的大哥的，就是因为什么要留下这个故居，你并不是要缅怀父亲，你就是为了你自己本身的政治的稳定性。我是认为在政治操作上的没有那么完全清洁的东西，它都要相互作用的，各种因素相互作用的。如何保持人民党，是要人民党吗？好像是人民行动党，人民行动党，对，长期执政，各方面的能够加分的因素都应该考虑进去，是对于这个党是非常重要的。但是明显的李伟林跟李显阳，他是完全不从这方面考虑。可是这个问题就在于李伟林和李显阳是否要从这个党的角度来考虑问题？他没必要嘛？他觉得他没必要。所以我认为呢，所以说对新西兰的国家的长期稳定的发展来说，一个执政党想把自己的党长期执政下，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只要任何因素能够有利这个党长期执政下去的，他们就会想办法去探讨去做。但是反过来，李伟林跟李显阳两个人之间，完全出于一种，我怎么叫政治清教徒的概念？这政治清教徒实际上对人类政治发展当中是危害性很大的。我不认为政治就应该干净。政治是一股合力，政治不是完全正的力，而是正负力都有，但是整个合力是往前走的。所以我认为这种事情这么操作来说，实际上当然对李家是冲击很大，但对新西兰的正常新加坡的正常的这些政治上的一些成熟的操作系统来说，也是一种杂音。但他们不是第一次，当然就是说不，我不知道我讲的意思明白对，明白是不难去理解。那么当然不过目前呢，现在我们所知道的一些实际的情况是，第三代呢到目前为止，包括了这个李显龙的儿子李鸿毅，包括了李显阳的儿子李神武神子的神李神武，对，都表示没有意愿，都没有表示没有意愿要从政。所以说到时候是不是真的是就是李显龙李显阳或者李伟林未来这个第三代，我们都不知道，现在还有待观察。而且当然新加坡是一个蛮奇怪的，如果说它的整个政治的一个格局来说呢，
他的，当然刚才 Peter 你所说到这个新加坡的这个内阁，而且他不要忘记他们也是李显龙也是特别，他们这次的争议里面呢还有一点还是蛮值得去看一看的，那就是李显龙特别成立了一个委员会，对啊，对，要去探讨决定这个为什么我就不明白，为什么说他特别成立一个委员会，我给政府成立了委员会，有时候讲话的时候呢过多拉到这个人，那这个人肯定犯错误了，实际上在新加坡的政府的操作当中是政府他不反对，但是他是总理，他不反对，但是他是总理啊，他总理啊，他不反对。其实其实更合适的方式是不是由政府来成立，而是成立一个第三方的独立委员会，你否则你永远都逃脱不了你自己做又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的这种社会判断。好，那么有关新加坡的这一个李显龙跟他的弟弟跟妹妹的之争呢，我估计呢还有进一步的发展啊、哦，咱们拭目以待啊。那么时间上的关系呢，感谢大家收看今天晚上的三分天下事，天下事咱们只能够谈三分，也感谢中文先驱报对这个节目的支持，咱们下周再见。再见再见。是应该建造另外一条海港吧，他那个毛细血管，对，那出口是非常发达的，赚大大钱要出去，对对对对不对？对，但是所以既然走到这一步之后，没有什么可以，对不对？我是说，我就这么多钱，应该要去跑工程，他不可能考虑到你每一个人的利益，你懂我的意思吗？其实我本身觉得道路不要再建，你怎么能够人家不用你就不建？对。